哎呀，这录音机怎么没声儿呢？哎，他俩还往上跑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啥情况啊？呀，我操，这录音机要吃人的啊！这不一样，没事儿。子丹呢？干啥呢？妈呀，大哥呀，你俩可算回来了。咱屋不干净啊。不干净？这不挺干净的吗？还想咋干净啊？你们俩是不知道啊，就这录音机吸人，吸人，吸人！你动录音机的？怎么那喇叭坏了？我把吸铁石拆下来了，搁那边上了。你说你没事，你鼓捣吸铁石干啥呀？那坏了，那吸铁石不得拆下来吗？挺好事，你别给整那玩意儿。明磊，别记个了，咋整啊？珍惜呀，珍惜呀。咋回事啊？别管咋回事，赶紧的，把那录音机给那吸铁石扔过去。啊，哎，多损。